跑一千啊，又系直路。1、2、3、10就赢过嘅，呢只马就赢过嘅，不可挡。连续三次跑第三啊，不可挡。班德礼，希威森，希威森。二号亦都系赢过本路程嘅闪电烈马巴道。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四。前次第四咧就系中翼礼五倍嘅，而家系隔晚11倍。成绩好嘅咧，上次咧就系1号、6号，4号咧就系第四，11号第五，3号、12号啲第六，啲边线马就系3、4、11、12嘅边线。三号仔都赢过噶，三号仔叫风流人物田泰安，9倍，上次报文10倍跑第六。三号仔夜热咗啲添啊，真系。三号上次咧就第六，前次第七，前次第六，前次第七。三号咧隔晚几多倍啊？隔晚10倍，一阵睇下开场几多倍啊？四号营造创科蔡明少跑过第跑过三次，今次系第四次，三次之中有两个第二，一个第四，上仗跑第四，几好嘅只马，跑过几次啫嘛，已经有两个 Q， 本路程入个 Q。即系呢啲马又有啲赛绩入个 Q 啊嘛，近期又跑得几好咁，好多人关注嘅四号仔。五号仔宇宙动力班德礼上次55倍周俊乐跑第11，今次系第二次出赛，70几倍。跟住咧就有三只马咧就初次出赛嘅就系、是。7号、8号、9号，6号时时好运报文入个 Q 嘅就，6号时时好运上次系入咗位置嘅，时时好运上次系时时好运系希威森跑第二20几倍。七号开心汉子冷门嚟嘅，初出。梁家俊，跟住咧有只8号咧，又个档又靓啊，13档潘顿骑成为咗隔晚大热门，新马初出，新马初出咧有飞咧系积极嘅，喺香港啊系积极嘅，但系赢唔赢到人咧就睇佢自己实力啦。啊！初出大熱啊，變咗哇，好勁啊！真係好積極嘅，唔係點啊？福國寶8号13度唔識嘅，不過就係睇飛就知佢積極嘅呢只嘛。福國寶近兩科同情試習放翻嚟，哇！犀利啊！真係即準備充足咁解。准备充足咁解，九号就50几倍，九号都系初次出赛，排咗个1号档位喺大海嚟嘅啫，初次出赛都唔差啫，准备嚟讲都唔差啫。10号吉吉利高赢过啊，本路程上次第8，前次第9，即系近绩就差好多。所以咧就系36倍，但佢赢过嘅只马，1、2、3、10系赢过嘅。新马初出成为热门咧就系8号，上次近嘅咧就系1号、6号，即系上次入围嘅1号、6号，近嘅咧系4号、11号、3号、12号呢啲叫近嘅。10号吉吉利高成绩好，近绩唔好。11号电脑7号。入个 Q 嘅啫嘛，
而家十倍。电脑七号又何泽耀，啊都几好啊呢只都系电脑七号档位都几好啊，十二档。好好彩彩都赢，入个 Q， 好好彩彩，十一、十二都入个 Q。上次跑第六，电脑七号就上次跑第五，个 form 差唔多，十二号。隔晚就是29倍，潘明輝13号千几蚊，進爵士上次11，前次第10，再前次第8，本路程跑过两次上不到名，可能不是他的长处来的，1000直路，我要8号、6号，我要8号、6号。8号初出有飞，6号啊上次入围，系咁啦。嗰只蓝色嘅宇宙动力冷门嚟嘅五号仔，70几倍。就红色呢只叫年年胜利波件事，唔系喎，四号仔营造创科嚟嘅，年年胜利啊，咁啊色，但系膊头有条蓝边喺度，有心啊呢个，422，三次赛绩系422，今次第四次赛绩，好好嘅呢只马，赛绩好好，直间跳嘅电脑七号。何泽耀上次第五，田至第七，即如果呢啲新马初出跑来不济嘅话，就系呢啲马有机会嘅边线马，同埋只一号仔不可挡。但系直路1000跑个二档，佢真系唔知识唔识骑条直线啊！真系呢个钟奕礼，唔好成日谂住拍埋佢哋个。观众席那里直去就可以了，蔡俊佳要8号11号8号是什么？8号是初出有飞，叫做福国宝。王征途要12号，12号是什么？好好彩彩，12号入个 Q， 上次就跑第6，那些这样跑第5，第六号呢就上次跑第二，本路程入个 Q， 4、6、11、12系入个 Q 嘅，即系1、2、3、4、6。10、11、12系有赛绩，起码入个 Q。黄色叫福国宝，哇，黄袍加身啊，真系。国宝准备，十档起球，营造创科。好啦，开闸嘅时候啦，前面快嘅马咧，电脑七号黄衫，外边福国宝啦，中间粉红眼罩，营造创科，再入啊不可挡啊，今场出闸啊非常醒神啊，不可挡带咗出嚟啦，后边嘅马电脑七号啦，第三位黄衫外栏福国宝啦，咁啊粉红眼罩走咗上去营造创科，后边嘅马啦，闪电烈马啦，紫色眼罩黄衫入边系好好彩彩啊，咁啊再后多浸嘅马啦，咁啊有呢只宇宙动力浅蓝衫啦，外栏粉红衫嗰只咧，咁啊年年胜利啊，后啲先有橙衫啦，咁啊外栏位置时时好运啦，再后啲先有风流人物嗰啲马，好啦，咁啊最后300多米啦，不可挡咧，依家就叫紧虎噶啦，只嚟咗两个几马位噶啦，后边嘅马福国宝啦，年年胜利啦，外栏位置时时好运上紧嚟，最后100米不可挡抛嚟两个新位，2、3、4名嘅马，咁啊入边位置年年胜利，出边系时时好运，接近终点不可挡一放到底啊，年年胜利就跑第二、第三名，时时好运第四名咧，应该系嗰只福。国宝同埋入边凌厉镖区要影相争第四啊！结果今场赛事把握到个头段啦，不可挡，结果一放到底。
休嘅不可挡啊！临尾落到 5.5 倍啊，中型礼咁啊，一放到底啦。跑第二名咧，14号嘅年年胜利波件事，第三名6号嘅时时好运啊，布文啦、啊，第四名单系初出嘅只9号啊，零里镖区啊，同福国铺影相。即系又醒目啊！出闸逢嗰阵抖咗出嚟啊！真系喺个二档嗰度啊，真系埋嚟呢边啊！佢真系啊，唔知道师傅教嘅真系。其他啲马冇得跑啊，就俾佢弹咗出嚟啊！只六号仔时时好运咧，就系上次入围嘅，即系所以一号、六号啊，好多人拣到嘅。14号就唔知啦。14号年年胜利波件事，冇赛绩嘅呢个路程。初出有飞呢只啊，跑第四喎，真系激气啊！真系，你睇中翼咧几醒，系咪啊？跑短途系咁啊，即系斗快啊嘛。出咗嚟之后。一号、六号是上次入围的，有位置 Q 的呢个。14号就唔知啦，14号，14号波件事。咁啊，呢个新马初出都有黄色啊，喺呢度。潘顿。咁啊，黄色衫即系粉红色衫呢只咧，就叫做营造创科，都系呢只红色呢只红营造创科呢只都系多人关注嘅。一号冇得跑啊！第二啲马全部呢只福国宝第二门第四六号仔布文冲上嚟跑个第三，14号啊叫年年胜利喎，叫做同只营造创科好似色噶，好啲颜色差唔多嘅啫。佢膊头多咗啲色，马会铺出嚟咧，膊头系蓝色嘅，你只马睇嚟睇嚟睇去都睇唔到只蓝色。一号、十四号、六号，嗱一号、六号都有72蚊，都有72蚊位置 Q 啊，都几好。一号、六号系上次入围嗰两只啊嘛，不可挡同埋呢个时时好运啊嘛。系只14号咧就难拣啲，个档位好啊，14号啊，年年胜利啊叫做。